盘点全网那些彪悍的东北美少妇。一天他妈喝点逼酒，你就叫我代驾了，他妈老让我接你啊，省那几个逼子儿，我这他妈还得调个座。不是你要给方向盘喂奶呀？滚他妈犊子！哎呦我的妈！美女，先问你个问题。彩彩吧，等会儿啊。喂。干啥呢？在呼吸，在蹦迪，在跟你弟吹牛逼，在骗你哥去吃鸡，在顺你爹打火机。不踩了，不踩了，不踩了，踩，不踩了，不踩了。你不踩我能行吗？不踩，不踩了，不踩了，踩。大家看着没？这个是我媳妇儿，长相也可以吧，身材也可以，但是只要她一说话，马桂芬啊，干啥呀？妈，我爸在楼下跟别人吵吵起来了，对方都动手了。妈，你干啥去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敢动你爹。如果有，那也只能是你妈。妈，那我陪你去。行，你妈自己一个人就搞定。媳妇，你吃完饭，爸爸刷了呗。你自己刷，辛苦了。你爸爸刷了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干死你！我他妈的，你穿貂，你不让我干哈？你还穿貂，你也不让我干哈？啊，哥呢？操的！他们瞧你烂泥巴，冻死我了！你烂泥巴就得了。二弟不至于吧？爸爸恩雪可以狂放纵我啊！一顿往我脖梗里塞去啊！一点没把我当小姑娘啊！给我冻坏了呢！哼！他们朝我扔泥巴，我就拿泥巴去咒他。站着说话，这家伙跟你学开车，大姨妈都给我吓没了，那小肚子滋滋疼，干啥呀？你不会说，你干啥？你喊啥？不学了，你开吧，你开，你开。这你别笑，这些酒都是给你要的，你不喝完不许回家，我得坐着陪你喝。你别闹了，咱回家得了。别回家，别回家，来给我表演个小旋风，快快点啊！啥小旋风啊？快回家吧，我求。别回家！你说我都说完了，你不喝完不许回家，听见了没有？来，服务员，啤酒来。你咋这么不要脸呢？服务员，啤酒，你咋这么不要脸？你还真喝呀？啊啊！你是真不要脸！你松开我！嗯？还有啥想说的？我都说了，不是因为你，你还往人身上了。你刚才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嗯，别。你好，美女，我是街头采访。都说东北女人脾气都特别大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呢就特别温柔。不信你问我老公。啊，对对，这回你信了吧？你信不信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话，你信不信呢？你啥意思？你不知情，你信不信呢？到底那么狠？妈，你回来啥意思？信不信呢？你信不信？啊！我问你个问题啊！什么问题啊？就咱俩以后结婚了之后，你怎么处理婆媳关系？干就完了，又不是我亲妈，我亲妈我都干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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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媳妇行了啊，不是家老爷们儿，你看老爷们儿给站一下、啊、哥们是你大意了还是拿我当二呢？我是二三十九 M 是谁呀？骗我呀，他三十九 M 那是我三舅吗？你看我像不像你四舅吗？那小丽、小玉、小婷、贝贝、果果、豆豆、乐乐亲仙女跳皮筋，你要多嘚儿有多嘚儿啊！我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，给你点洪水你就泛滥，是不是？你勾引犯了，人家长得帅的整这套业务情有可原。你说你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，不打扮比鬼难看，你打扮鬼都冒汗。你还想牡丹花下死？你不怕上厕所没有纸啊？我整心眼我让你没，信不信？唰，说没就没呀！脏脏。哎，你动我墩儿干啥呀？我停车呀。你停不停车？这块儿我占了啊。啊，你这。公共停车位怎么的？你买下来了？你没看我搁这立了个牌吗？
啊、哦，你把你牌位立着了。哎，那这是风水这么好，你咋不把人家祖坟迁了呢？哎，老妹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说话呢？你站着茅坑不拉屎，你还怪人家说呀？再一个了，公共停车位，你属狗的呀？你尿尿在这圈地盘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告诉我什么？怎么比划啥呀你？咱家要动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敢动我一个手指头，我不把你裤子讹掉了，都属于你裤腰带扎的紧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